終於俾我遇到隱世處實啦！有咩好食？潮州面嘅，所以啲都太煲啊、豆展啊、豆嘢啊、豆环咯。高手。好味啊！鮮食魚味，識食啊！Speciato 唔明 ，Speciato 真係唔明咧。我想要辣椒油啊！直接打開你鹹椒油，何啫？潮州小食係邊一款食起先？由我哋嘅小食嘢咧，就係由淡食到濃味嘅啲嘅。咁我哋食個滷水豆腐咧，佢唔鹹唔淡，好容易入口，好似你油揚嘅落漿，百聽不厭咯。咁個辣菜脯咧，香辣野味啦，就好似你嘅激昂嘅落漿咁，令人熱血沸騰。至於悲慘嘅落漿咧，當然要食翻啲滷水鵝腸補下啫啦。點解要補啊？肝腸寸斷啊嘛。高手，呢度仲有咩好食？我哋潮州嘅好啦。烤蚝汁，呢就系我哋嘅潮州蚝饼。咁快？要趁热食啊！好味啊！佢煎嘅蚝饼松脆得嚟，要烟韧。蚝仔好新鲜，一粒粒系我口度跳舞咁。蚝仔同饼水乳交融，好有层次感。煎蚝饼嘅音乐要刚柔并重，最重要要带出蚝饼嘅烟韧。所以旋律要温柔同埋带有暖意，而且要不断发展去突出食蚝饼时嘅唔同层次感。我忍唔住啦！原来是音乐高手。还有什么好吃？胡炒茄炒咸豆泥，即是韭菜花炒咸猪肉，是我们潮州的特色。这么快？趁热吃吧。嗯，好味啊！韭菜花够爽脆，咸肉不肥，口薄适中，有好感，有一種清新悦動的感覺。Animato， 我忍不住了。真的好聽啊！不過你個 N 呢乜嘢嚟㗎？阿尼馬圖嘅意思就係有精神同快速的，就好似我頭先拉嗰段音樂咁，輕快又充滿活力，蹦蹦跳跳咁。有時用手指去撥弦，有時用弓去拉，就好似新鮮爽脆嘅韭菜花喺嗰度跳舞。你都看到我的手指頭先好忙啦，仲有咩嘢好食啊？梗有啦，有我親自做嘅芋泥卷甜品嚟嘅。咁快？趁熱食啦！好味啊！甜度啱啱好，芋頭嘅香味包圍住我全身，就好似幸福嘅愛包圍住我一樣，越食越開心。我又忍唔住啦！你今次又拉乜嘢啊 ？Adioso。
阿媽別嚟，都唔知你講乜嘢。阿里奧數解作有動人嘅旋律，而阿媽別嚟解作滿足同埋快樂。旋律就好似我哋唱歌咁樣，帶出開開心心嘅氣氛；而芋頭嘅香味就好似動人嘅旋律咁樣包圍住我，食落甜度適中，叫我食完又想食，咁仲唔係滿足快樂？所以我會拉一段 Piumoso， 即係要將音樂推進得更加緊湊，最適合表達食完芋泥卷嗰一種依依不捨嘅感覺。因為忘不了，所以更加想食，就好似將音樂推進到高潮。原來你是高人，你看看我的拼盤就怎麼看了。Symphonic， 拼盤包羅萬有，有不同的食物，就好像管弦樂團一樣，有不同的樂器，製造出不同的感覺和不同的層次。就等我介紹一首管弦樂序曲給你聽，樂曲的氣氛變化多端，就好像你的前菜潮州小碟一樣。這首作品就是歌劇《老實人》的序曲，序曲是用来酝酿观众情绪去看歌剧，就好像前菜去令人开胃吃饭。我今天为你介绍的版本呢，就是我们港乐在音乐总监范志登的带领下为大家所演奏的特别戏齐拍摩。其实我头先已经用了不同的段落陪了你几度送菜，现在就看看完整版本吧。去片We'll be right back.
菜脯要先浸水去咗多餘嘅鹹味，之後擎乾水，白和將菜脯炒至金黃，混入三隻蛋，煎幾分鐘就食得噶啦。Honey， 睇下我準備啲咩美食俾你。哇！